现在你的身体放松，不把手紧紧的交扣在一起，紧紧的把弯曲起来，伸出两只鞋，分开它。你看你的食指鞋，摇摆的食指会越来越近，不用缓缓把它放在嘴里。看食指，看的食指碰在一起，就闭上眼睛，它会越来越近，就好像磁铁在拉扯一样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当它碰在一起后，就闭上眼睛。好，完完全全的放松，让你的手自然的垂下来。然后我请用想象，想象你的这只右手一个很重很重的书，很重很重的书，会把你的手放在那里。你想象你左手一个很轻的书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距离刚刚越来越近，不用想象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问一下，高度，先确定一下高度 OK 吗？对对 ，OK 吗？李江主任，很想象你的右手越来越重。左手越来越轻，好像左手手腕有一个很轻很轻的细菌，右手有一个很重很重的书。越认真想象，它就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轻。你越认真想象，你的手的差距就越来越大。但你掉盘之后，你的右手更重，左手更轻了，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。左手越飞越快，越飞越快，越飞越快。但你掉盘之后，就变了，回到原状。觉得怎么样？跟你说，放心吗？这是很浪费，很浪费。